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金，老样子哦。影片未看先按赞啊！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这一个全新的这个一拳超人模组。来，你们先看一下这个外观，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披风是会动的。以前的披风是不会动，我给你们看一下以前的一拳超人是长这样子。哦，这以前的，然后颜色看起来比较不自然，然后这个披风非常的假，感觉这个披风的那个三角形有没有可以割到人家，光这个披风就可以杀人了，有没有？非常的硬挺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新的这个模组，也比较可爱哦，长得也比较帅气，光这个披风就先赢一半了。他还可以换表情，我先换一个表情给你们看，来换一个表情，认真一点。认真的表情，然后还有那个非常生气，哎，超级认真吗？这算超级认真吗？这个认真到翻白眼，这样子一拳超人应该非常恐怖吧？光这个就赢了哦，现在恢复正常，往下跳。哎，你们知道一拳超人是不能飞的嘛？所以他这一个模组呢，的确是不能飞，然后他的招式呢也是非常的惊人。我们揍一台车子看看好了。哦吼，吼吼，我们揍一台车子看看。你们看看他这个能力，超猛的。钢铁人给叫出来好了，你们就可以知道我跟钢铁人的差距了。最新款的 NK85 人呢？没看到人。嗯？哦，这边这边这边。嗯？为什么我没看到人？哎，我烧起来了，在这边，在这边。这个就是钢铁人，他打我完全不会痛。怎样？哦哟，哦，他很凶哎，但是毕竟我是一拳超人嘛，所以被打当然是没什么事啊。哦，他把我打飞，哎，他把我打飞，哎，算这个钢铁人还蛮厉害的。来来来，我们给他一拳好了。钢铁人一拳到底会不会死呢？我的。哇嘞！被我一个头锤，直接挂在半空中，狙了。他应该是已经狙了啦，他血条已经没有了，有没有？他是没有血的了。但是他尸体怎么卡在这边？但是他还有其他的招式，他不是只有这个招式哎，他是这个是普通之拳。你们知道他一拳超人也是有认真的时候啊？我看一下这招是什么？哦，这是连击，这是连击。然后还有认真之拳，找个车好了。哦，认真之拳是会集气的哎。哦吼，哦哦，他脸生气，他刚才脸是生气的，太猛了，认真起来，一拳给他出去。然后我看一下他有什么。这一招是什么？哦哦，这一招看起来超猛的。这个已经超级认真的那个连打了，你不觉得很像那个吗？海贼王鲁夫的那个拳头，我们拿连续普通拳来打刚才那一个钢铁人，是不是也是秒杀？钢铁人，你该继续出来哦，接受我们一拳超人的挑战。来了，来来来来来了，哎，没有秒杀哎，啊啊嘞，哇嘞，钢铁人直接出来打酱油，
哎、欸，我觉得这样好像感觉不出来这个一拳超人的厉害、欸。我现在我是钢铁人，然后呢，我们把一拳超人叫出来，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到底多强了嘛，对不对？来，一拳超人，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他在这边，先射他，等下不射没机会，有没有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哇嘞，哇嘞，哇嘞！快狙了，死亡，超强！他怎么不要追到重生点来啊？不行啊！先把你关掉，先把你关掉！哇哇！他直接追杀到重生点啊！等一下镜头怎么带不到他的头？好，远一点，这样子是不是看起来不错？是不是不错？我已经接受好这个一拳超人的洗礼。先来看一下我们非常强的浩克，也是一拳打飞这个汽车啊，没有问题啊，完全不输这个一拳超人，好不好？一拳超人算老几？我毕竟是这个漫威已经算是数一数二最强的角色了。一拳超人，你给我出来！来了来了，他在我旁边，他在我旁边，先揍他一拳！我嘞！不是，你还用第三视角是怎样？快死了，快死了！这死亡，死亡！阿雷，直接狙了。好像在一拳超人没跟过来，他跟过来了，死亡！直接被重生点围堵。阿力，好像让我跳出来，哦，好险！先跑，先跑，先跑！那一拳超人实在有点太恐怖了。完了！浩克被打假了，他在放大决啊！先跑，先跑，先跑！等一下，我先把他模组关掉，我先关掉。关了，太强，实在太强，有点太过于恐怖啊！来了，浩克，你人在这前面，我直接去找他。人呢？来了，浩克嘞？没有看到浩克。他把人家抓起来啊！他是怎样？我卡住。他那个抓起来会让人家卡住啊！先跑。来啊！发现他踹我怎么没什么用？然后我换个招式。这招是什么？这个好像是他去那个体能训练的时候可以左右跑嘛，他的速度是这样。等一下，这招不是用来攻击的吧？浩克还在旁边，我却在这边嘻嘻哈哈。然后这一招是什么啊？干嘛？发生什么事情？再一次。他是把那个地板给弄起来啊！他好像把地板给弄起来、欸。来，我们的普通拳。人类、欸。路人哇了一声哎、欸！路人还哇了一声哎、欸！哇嘞！我刚才好像打没几拳，这个浩克直接狙了。我来说一下为什么我今天要直播，因为今天呢有大干爹的赞助，我来那个切换一下那个现在的灯光。Hey Siri， 直播室灯光调成绿色。有了，绿色，但是呢好像有点太亮，我把它关暗一点点。既然雷蛇的话呢，这样灯光有没有？这一款呢是它最新的八蛇 V3 Pro， 这个造型连这边都有那个 RGB 灯光，
这边都有，你都可以各自调成你要的颜色。欸，而且这个滚轮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哦，它是可以左右的。欸，你们有看过滚轮可以左右滚的吗？你看那个横向的网页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用这颗钮，然后再加上它是这个，它可以分段滚轮，也可以快速滚轮，它是可以这快速滚的，而且更重要的，它是无线充电的，连它的无线充电座都这么换彩，连无线充电座都要这样子啊，都可以这样子，磁吸式，直接可以无线充电。不用像以前还要那个有一个那个什么用PIN孔在那边对啊，还对不准有没有？新款的无线充电，但是这个无线充电座呢，跟它是另外买的，要额外加购。然后键盘超薄超漂亮的 RGB 键盘，而且它的这个键程，你会发现它这个空白键什么这个按键是超级薄哦，它是。光学矮轴，雷蛇的按键呢，寿命都非常长。它这个按键寿命有7000万次，滑鼠的有9000万次啊，因为它都是那个光学按键轴，所以它可以非常非常的持久。而且你连点下去呢，也不会有任何的问题，超棒哦！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去他们的官网看看啊。键盘的型号是这一款 ，Destac V2 Pro。然后滑鼠的型号这一款 Busdisk V3 Pro， 然后无线充电要另外购买，我是觉得很棒啊！欸，包含我的耳机也是雷蛇的，这样看得到吗？雷蛇可以呀，整套雷蛇的用起来就是爽，好不好？这个滑鼠算是目前最顶尖的滑鼠了。欸，你们可以去查一下这个价格，非常顶哦。那么它整个是平的，它利用无线充电的方式。然后这个东西呢，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也可以当那个收发器，所以你就可以省下一个 USB 去连这个滑鼠。灯光是可以同步的，你就是可以把你的键盘，然后滑鼠，包含你刚才这个无线充电，你要一起水波纹还是什么的，它是可以同步 RGB 的哦，它可以利用它的那个雷蛇的软体去做细节的控制。想知道雷蛇 Busdisk V3 Pro、雷蛇 Destac V2 Pro 更多的秘密吗？想窥探阿金房间和平时工作的地方吗？千万不要错过阿金生活开箱。来，我们先看一下 SCP， 至少看看它的样子嘛。欸，怎么没有？它是在上面吗？有没有？我先把它抓起来，不然这个视角不好看。好，来来来，你们就知道这个，这一只就是 SCP-096 哦。先把它丢出去，丢出去，嘿嘿，让我们知道浩克模组到底有多强。他刚才被一拳超秒杀，只是个意外而已啊，好不好？这一只 SCP 好可怜。欸，他是不是已经挂了？啊 ？SCP 不堪一击啊！那我们来叫出哥吉拉，是不是也有一样的效果呢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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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哥吉拉！然后那是什么光线？有人知道他的招式的名字？哎，等一下，不行，会死会死！看我吃我这一拳！哎，知道厉害了吧？人类人类，哇嘞！哥吉拉太大只了，哇嘞！这就是哥吉拉，哥吉拉还在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是麦克，有装能力模组的麦克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我变成麦克了？我先装回来嘛，我先把外观装回来，怎么外观变成这个？哦，这样正常了。哦，我们去打一下哥吉拉。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哥吉拉的恐怖。呜呼，呜呼！哎，我就在桥下，你弄不到我。哎，好，我们来换一拳超人。
你们就可以知道差异了。到底一拳超人有多强，一定是要用哥吉拉来表现的嘛，对不对？有了，我们的一拳超人来了。欸，如果哥吉拉把一拳超人打死，那我不就瞬间打脸？他就不叫最强模组了。欸，有在扣血哦。你看右上角现在血是58,我没有开无敌模组哦。他是有在扣血的哦。加油加油加油，哥吉拉你可以的，你要相信你自己的潜能啊，哥吉拉。欸，我觉得他这个很难打到。欸，等等等，怎么是翻桌这一招？用错了用错了。我这边有一招死亡之拳是什么啊？我看一下，死亡之拳，哦哦哦！哎、哦欸，他刚才出现死的那个字哎，但是刚好哥吉拉跑掉。等等等，我们去空旷一点的地方好不好？这边太挤了、啊，我们去南部一点的。我发现哥吉拉好像在这边不好活动啊。我们刚才那个死亡之拳，死亡之拳。哎、欸，人呢、欸？哎、欸，死了，哥吉拉死了。什么？啊？不是，他强得太夸张了吧？直接秒杀！哎、欸，我不相信，我再叫一次，刚才那个应该是重 bug， 怎么可能？哥吉拉超强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浩克都打不赢了，来哦！啊？觉得？一拳超模组太神了，在下面打个666，按下喜欢哦，喜欢用力按下去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最后呢，我要感谢这些加入 YouTube 会员的人，因为有你们让阿金变更好，感谢你们，就这样。